你好，请问是那个中央电视台的焦点访谈节目吗？啊，栏目热线有什么事情啊？因为我们整个藏区的学校的话，从小学到初中、高中，它的在多门课程中，只有一门课程是藏文的。平常的这个生活中，像那个电信、移动公司啊什么的，用的都是汉语。怎么了？就是您认为是给这个藏民带来不便了，是吗？这样对我们的民族文化来讲是毁灭性的一种打击。我是准备要起诉，然后我想问一下中央电视台的相关人士能不能报道这件事情。啊，那我这个只能给您先记录，向栏目组反映，能否采访由栏目组来决定。好的，那这个情况我您反映一下吧，您贵姓？我叫扎西。关于那么多人去自焚的问，我现在能理解他们，因为我们真正可以去做这件事情的渠道很少。无论任何人都不想生活在一个压力和恐惧的环境里面。从间接方面的话，它是一种谋杀民族文化的方法。从政治方面来讲的话，一个民族需要消灭一个民族的话，首先需要消灭他的语言和那个文字。我们在那边不敢讨论这些问题的，因为现在很多手机和那些都可以监控，而且我们不知道在哪些地方放了一些监控或者监听器。他可以用任何名义来随便逮捕你，而且没有办法去上诉，或者说是因为没有一个完整的法律体系，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去讨论那些问题。我的藏文一开始是我哥哥教我的，然后我现在的藏文的写作能力和那个汉语的写作能力，汉语的写作能力已经超过了藏文的写作能力。然后我自己也感觉得到藏文的使用能力和认识理解能力等都在退步。那牧区的生活的话，传统的话应该每家每户都会有一些，一匹马或者2匹马，然后在一个特定的季节里面就进行一些比赛。政府举办这种大型的赛马节，是想对外界宣传藏族人的生活方式。有很多人会看了赛马，会认为藏民族的发展的方向是正确的。当地政府一方面在搞一些赛马会，宣传民族的发展，然后另一方面在控制藏民族文化的实际利益的那使用文字语言和一些方面的问题，在各个方面的管制都比较严格，那些的话，那就是它在表面上看起来是一种建设，或者说是一种帮助，其实是目的是为了达到消灭文化、民族文化的。
你要学习真正的藏文化内容的话，只能说是去在寺庙里面当和尚学习藏族的文化，在其他地方的话就基本上没有。从2009年到现在，有140多个人的自焚，他们自焚不肯不仅仅是为了自己家里的一点事情，或者说是点别的事情，他们也同样，我相信他们也同样看到了民族文化的消失和这些问题，但是我们没有渠道去解决这样的问题。但是我这一次是想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手段来解决这个问题。去北京的原因主要有两个，第一件事情是我想见一下中央电视台的媒体记者，看看他们能不能报道这件事情。第二件事情我是想找中央的人民法院，我看看能不能接受这场官司，因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里面明确规定是可以控告或者说是起诉任何一个官员。我直接进去看身份证，我可能就得被带进去，带到公安局去，然后我需要想别的办法。但有点失望，我想象之中它是应该是开放性的嘛，媒体报道社会的真实性嘛，那现在门被封起来了，然后他们有选择性的那种进入或者说是拒绝。我去了十几家律师事务所，但是他们或大多数的律师没有回答相关的问题嘛。有很多律师会说这种政策是对我们藏族有非常大的好处和利益的方面的。我现在做这件事情，如果法庭能接受这场官司的话最好，如果说不能接受的话，他表达了一点，那就是整个藏族的问题通过法律是无法实现的，这一点他是至少体现出来这一个问题。我有没有想过自焚这种选择？如果走到一个尽头的话，我比如说我被控制了，如果没有办法这些进行这样的下去，而且他们会逼迫我去让我说一些我不想说的事情，做一些我不想做的事情，我会选择自杀。